TCP 在 CMS、CAPP 内的定义二。那我们的以为 TCP 与这个 Gantry 罗宝龙门机械手背的刀尖 RGBL 定义的位置是 TCP 点。那 RY 转了90度，红色箭头向下，那么 Z 从机器的原点C 轴跟 B 轴的向量交点向下284.06mm 定义的我们的 TCP 点，也就是刀具跟弓箭接触点。那上个视频我们就以 Spar Welding 汽车的焊接机做范例，它就在侧边成为它的 TCP 点。那我们再以这个例子来证明 TCP 点不一定在刀具的中间的最下面点。以这个磨盘来讲，它 TCP 点在侧边的圆盘侧边的这一点，那么 S 轴还是 JS 轴，那由这个三个参数定义，它 RS、RY、RZ 都没转，所以 RGB 的方向向量还是原来的正 S、正 Y、正 Z 方向，但是 S 它向这边偏移了 125mm， 它本来在中心点向左偏移了 125mm， 那么 Z 也向下偏移了 30mm，也就是它不一定是在圆盘的最底下成为 PCP 点，它可以在任何定地方定它的以弓箭接触磨抛的位置。